佛棍表演，大家掌声有请。
多位大師傅、小師傅啊帶嚟嘅精彩表演，我喺舞台邊都感受到一陣陣嘅拳風。歡樂嘅時間咧，係咪過得特別快？咁轉眼咧就嚟到我哋今日大匯演嘅最後一個節目。咁通過前面咁多嚟自各地嘅賽利佛弟子同埋佛山各訓練基地嘅學員嘅表演嘅同埋介紹，相信大家對佛山紅勝館同埋賽利佛拳咧都有咗一定嘅了解。咁接下嚟呢個節目，除咗係一個結合傳統賽利佛拳同埋現代舞台表演元素嘅節目之外，仲係多次受邀到省市電視台同埋香港佛山節、禪城旅遊文化節等文化展示活動中進行演出嘅節目，受到咗各界嘅一致好評。咁接下嚟就有請到佛山紅勝館學員為我哋帶嚟呢個精彩嘅節目《奇舞飛揚少年強》，大家掌聲有請。
聖館的學員為我帶來精彩的表演，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好像這個節目名一樣，旗開得勝，心想事成。